防雨的这雨衣雨裤也穿上了，下山了啊，然后垃圾带走，走起，拜拜，不要你们了。我错了，我怎么会不要你们呢？嗯，手套只有一个，然后戴上这个普通的工具手套，走啊！又在下了，雪啊，又在下喽！云走黄涧，欢迎你。前面就是下的世界了啊、哦，不知道能不能骑，滑不滑呀？试一下吧，嗯，试一下。哎呀，这边也有个亭。天路探险圣地黄涧，哎呀，雪中骑行徽州天路，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，特别有意境。走起，没想到在正式离开安徽界之前还能欣赏到一番雪景。哎，下来了，冻死了。雪雨之中进入浙江来，手机模式拍起来。对 ，GoPro， 因为温度太低了，一开机就死机，一开机就死机。哎，还有15公里到风口啊！今天的竹海，就问大伙，漂亮不漂亮？那可是万亩竹海啊！起来不那么冷，但是一停下来就特别特别冷。还有这个朋友火箭送的这一身装备啊，防雨衣，这性能真的是很棒。外面全是雨，然后配上马丁靴，基本上全身上下，那就是。即将到达千岛湖，风口是千岛湖最西边的镇啊。这是哪呀？田坑。一会儿就天黑了，要摸黑到风口，然后今天晚上看一下要不要露营。此刻到了千岛湖的风口，然后找一家民宿。哇，
山上下雪。山上下雪了？对，我从黄山那边过来。好的，垃圾走。带。这我一个人估计吃不了这么多。吃不了多，给你放一半。行，我给你烧一下哈。啊。烧一下，要不要放点？别的不用放点红萝卜，要不要放一点点？红萝卜可以。煮的时候哈。对，好的。咦，还有小猫。老板喜欢养猫。饭我弄了，然后吃的也让老板弄一下，价钱也不问了，试一试。啊，从下雪，然后到下雨，没零食啊，没有零食。衣服还是挺好的，裤子也不错。这个40度不低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吃下来这个也是，以前那客人吃的，停在这里给我。嗯，我那个。老板请喝酒。哎呀，这个菜已经炒好了。看一下这鱼，这应该算是千岛湖正宗的鱼啊。喝了再喝点吧，不要。哎，没事，一杯就够了。够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我又不喝酒。啊、这个是不是洋酒还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威士忌。威士忌啊？啊，你吃得出来的、啊。对，因为我在美国和那个加拿大阿拉斯加，一直都会喝这个。哦、你那边也吃过的，待过的了。对，就是一直骑自行车。哇，这么大，对，就这个鱼，嗯，就千岛湖钓上来的。千岛湖的，他也想吃。想吃吗？不能随便喂的啊！来看一下这房间。标间本来是住单人间的，因为有空调嘛。老板是叫于大哥，人特别实诚实在，聊了好多曾经来过这也是骑自行车的，然后还有其他骑摩托车的等等，还有一些关于千岛湖啊种种，反正聊了一个多小时。然后明天就吃完早餐，我跟他说了，就是早餐也一起那个说吃稀饭或者啥的，吃完了然后再一起算，也都是性情中人啊。来，这于大哥这烤的橘子，看着哈。啊，这个烤的啊，要露脸了，在家里烤鸡翅吃了，哇，挺香的，挺香的哈，啊，这个是叫棚干，我们本地的还可以的，他们品质还好的，够了，对，哎呀，这鱼是在哪的？太不好意思了。好，谢。来参观一下于大哥的产业啊。之前在于大哥的这个民宿里啊，就是他家里，大伙应该看到了，颐养天年千年牌匾，就是。他家里的老母亲已经100多岁了，102，好像今年不知道有没有103，就这么大的岁数。然后为此，于大哥就是在这整个本口啊，还有在淳安，就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就家庭氛围特别好。然后呢，也是为了。他的老母亲就吃饭啊或者啥的能吃上最健康的食品，然后自己应该有承包了很多年了，就这个农田就这米都自家种的啊、哦、哎，这个我们自己种的呢。然后您的田有多少亩啊？我今年种了20多亩。差不多30亩。我明年肯定要再种个50亩，
这是真的。这边你拿去吃。我拿不动，我真拿不动。你不要，啊、你不要给我，你拿不动啊！哎，我不是开玩笑的啊！不是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骑自行车我带不动。如果我要吃，我会找你下单的，然后加个微信。我不拿了卖。我加个微信，然后如果我要吃，你说这样，到了上海，到了上海，这个然后我给你钱，然后你不用你先这个拿去，然后再给你发地址。你不是有时候会那个吗？会烧点心。我的袋里还有好多米。哦，还有米啊。啊。然后看一下背包。哎，就这个。关键这个米的故事。如果到这边来，就是你只要找到我，我人工帮助提供，我是大力支持提供帮助。只要全国的自驾游的那个，要骑自行车的啊，房车啊，摩托车啊，到这里来，我们风口镇的那个住宿啊什么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对对对。这里你看一个，我已经感受到温暖了。我说我已经感受到温暖了。对，后会有期啊，后会有期啊，后会有期啊。那再见，再见啊，祝老母亲呢，哎，谢谢，长寿啊，哎，长寿哈，啊，好的，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哎呀，走喽，继续前行，雨中前行，于大哥也特别实在。我说这个在他那住的特别暖心，我是昨天晚上，就是到风口已经算是很晚了，啊7点左右吧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也是淋雨淋了一天，衣服特别好，就里面没有怎么进水，就昨天一直都在下雨，露营不方便，做饭也不方便，然后就搜这个风口附近。有什么住的啊，然后就反正就第一家就是四森民宿，本来因为现在很复苏时期吧，听着打电话听着感觉好像不想招待也不想招待的那感觉啊，后来就听说我这个从非洲天鹅骑行下来的啊，就破例给我这个招待了一次，然后收费，然后大伙猜一下吃饭，啊，收了我多少？太暖心了。哎，房费90，房费说一共收100，结账的时候都给了，结账就给了120。按理来说我都再多给一点啊，我决定那个，到上海之后那个米啊，多发一发。支持一下，大伙有想吃的吗？百寿米哦，特别原生态的，继续前行啊。